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莫斯科8月27日电，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表示，美国继续在中东扩大可携带巡航导弹装备的数量，此举与伊德利卜筹备发起使用化武挑衅的行动有关。科纳申科夫还表示，携带28枚战斧巡航导弹的美国驱逐舰已经于8月25日进入地中海，其导弹攻击范围可以覆盖叙利亚全境。据科纳申科夫称，这些筹备行为再次证实美国试图利用征服阵线武装分子编造叙利亚政府军使用化学武器的计划。美国海军载有56枚巡航导弹的苏利文号驱逐舰几日前已经抵达波斯湾，而美国空军载有24枚空对地AGM-158GASSM 巡航导弹的一战略轰炸机已经部署至卡塔尔的乌盖德空军基地。